马祖慈悲，大家好。网络的朋友来问到说，所谓的精神疾病，那得到精神疾病呢，身心障碍的这种病呢，是不是卡因？那卡因的话呢，身心障碍这种疾病呢，来如何去求神来帮忙解决？连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提问，那郭呢来把它做一个回答，做一个回答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呢看到有恩亲债主因果的一种报应，所谓呢恩亲债主来找，那都卡因，他所反射展现的行为就有点像身心的一种疾病。躁郁症啊，精神分裂啦，然后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如何去控制情绪，活动，甚至连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，精神病有些并不是真的是恩亲债主啊，因果轮回啦，所谓的卡因，并不是，所以不能说身心疾病呢是卡因，不能这样一概而论。那卡因呢？很容易呢，有身心疾病的那种征兆出来，表现出来，这样棍的回答是这样子的。那有这种状况呢，比如说有忧郁症啊，那有躁郁症啊，精神分裂啦，那这种点点点点这种身心不平衡所造就的精神疾病，那如何来求神解决？那棍呢的见解是这样子，天人地。首先呢，我们从人寻找贵人，要就医，去找专家、专业、有经验的人来帮助我们最实际。像我有一个企业界的朋友，他也不忌讳的跟我分享，他有忧郁症，他晚上都睡不着，因为他经营公司压力太大。那又做一些投资，哇，起起伏伏很大，他承受不了。当然，景气不好的时候，他整个都是睡不着，没有办法睡觉，情绪就很浮动，跟家人的关系就搞得很差。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所以说他是面对问题，去寻找医生解决。所以我的建议，天人地的人，你就是要找贵人。去找医生，首先去找医生。所以我的朋友跟我分享，去找医生，那吃了个药啊，其实就安定下来了。那再来找顾问，找果然顾问是命理的专家，拜拜的专家，拜马祖的。那顾问呢，跟顾问聊聊，顾问呢请我去到公司当顾问，那我就帮他一起面对公司的问题，也是用气管人来解决问题。投资要投资什么样股票怎么样？稍微去了解这未来的趋势，问一些顾问、投资专家，那来帮助你。就是不管你是卡因或是身心障碍，你一定要面对，要去找人帮忙，找有经验的专业人士、医生去看医生，该出一些药就抽一些药。他觉得他就比较能睡觉了，然后找出顾问呢来解决一些目前的一个问题，包括气管的问题。那我在开始看天，天就是看他的命理、紫微斗数，他的名字。我说他的名字没有问题，就是在50岁左右可能会惊慌，会惊慌。那惊慌的大概最长让你6年，最快1年就解决了，不然半年就解决了。那我说叫他去看医生，然后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就度一过去，这民主很好，将来很安全的。所以姓名学看一看，了解自己的命哦。这几年就是很惊慌，就很大的压力。那自己就去调试，反正过后我们就很好。就像我们得了感冒，就知道休息，流点汗，喝点水，睡到3天2夜，他大概就是会自然就会好了。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害怕的，因为景气也会过去呀，它也时好时坏啊，一定有波段的。所以他心都安了，然后呢了解自己的命理，然后这个棍就叫他拜拜天，
你多做善事啊，多去参加那个行善团啊，多去做一些善事，多参与啊，多做善事，积福报啊，这个天呢、啊，那了解你的命理的，然后再去拜马祖，真正的皈依马祖，就知道，哎呦，我们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如果我们有个信仰，哎，跟马祖求，当马祖的孩子，所以他就是家里也有供奉马祖啊，就天天拜马祖，求马祖，就心安啊，啊，神来照顾他，说他都摆脱这个忧郁症啊。那道士去做善事啊，那事业经营很好啊，祖孙满堂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，他也曾经得过这种身心疾病，他也不畏言啊，他都跟人家分享，他现在都到处旅游啊，啊，都在玩啊，在国外不能去啊，那每年每个月到国外去玩，跟他太太去玩。那现在国外不能出国玩，就玩国内呢，很乐观，而且人做事难免会有一阵子。压力大，那得了身心的疾病，欸，可能是上辈子那命你也看到了 啊，就是这几年你就会有用压力很大啊，那就度过了这一关啊。那是人找医生，天了解自己的命理，拜神，神会助你。马祖的信仰，做他的孩子啊，啊，牵起墨像啊，在马祖的庙里面的神尊前就祷告啦，祈求我健健康康的，赶快脱离这个景气不好，让事业越来越正常啊，投资越来越顺利啊，老天助你啊，多做善事，老天就会助你，你福报过啊，善有善报啊。那地呢？啊，找个好风水啊，把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办公室调好啊，住家环境调好了、啊，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住得很舒服啊。那自然而然呢，没有病啊，身体都很好。然后换个环境呢，到处去旅游，那住很好的饭店呢、啊，啊，会学点风水，知道哪种风水对我们好。那地呀、啊，啊，接地气啊，知道台湾环境在哪里玩的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去好的地方观光地方玩，说天然地住的环境好，然后呢又懂得找医生找专家，啊，然后又懂得命理。啊，知道去拜神，天人地，我们都去处理啊。那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身心上面啊，自己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非常的负面啊，去想的都是不好。来接近神，神是慈悲喜舍的高能量。当你低能量，对人生是冷漠了，是悲哀的。啊，悲情的，啊，那你就是接近呢快乐的人，然后接近呢专业的人，啊，接近呢神明慈悲喜舍那种安详宁静，让我们心静下来，我们的能量场也会提升啊。虽然我们来拜神，我们充满希望啊，我们有信心啊，自自然然就脱离这个忧郁，脱离个躁郁，脱离那个精神没有办法控制。但有些人就说啊，哦，精神病院人那么多，那为什么马祖神佛不会去救他呢？因为人做助助人助啊，一定要自己了解。我们从天人地，我们去找人帮忙，找医生帮忙。那有事人，我们就去求教。像我这个朋友，他也是企业家，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忧郁症啊，快要发疯了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坦然的面对啊，就去找医师啊，要医师开个药，让他能好好的睡觉，睡了几天，然后呢，开始找人问啊，跟顾问聊聊天，哦，你是这样，那你就是啊，面对什么问题，我们如何去解决啊？啊，请顾问到公司帮忙啊，那顾问未来要公司要怎么做啊？请问顾问啊，那身体要怎么经营？请问这个医生啊，我得了这病，我应该怎么样啊？那做什么样的？运动做怎么样的休闲啊，都听信专家的话，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命理哦，我们的恩亲在职是怎么样，我说我们会遇到这种事，这个低潮高潮啊，现在是低潮的时候，那拜神，相信呢神会来帮我，只要我善有善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做福报，做神的左右手，马祖都会来助你，让你心想事成，然后环境弄好，环境住得湿湿糊糊的啊，请你打扫啊，把环境做得干干净净的，很自然呢。
我们环境好，心愉快，有信心，任何病都可以解决啊！不管是癌症，不管是精神的疾病，任何的病，我们首先找贵人医生，再去了解命理，目前我们碰到什么无形的玄学，然后我们求神一个信仰，安定我们的心，慈悲喜舍，跟神学习慈悲喜舍，高能量的意识场，那自自然然呢，我们会心想事成，啊，要把自己的环境，啊，打扫干净，处理好，那不然就换个环境去旅游，啊，旅游，然后我们去爱人，那旁边有爱人来爱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健康恢复正常，啊，所以精神病里面的病人很可怜。他没有办法来马祖前面来祷告，没有办法把心安静下来，那就要靠医生安定他们的心，然后他可能面对他的命运，然后求神拜神得安乐，再找个环境，换个环境对他有帮忙的环境，很自然呢，对他的身心的疾病帮忙很大，啊，以上呢是顾问的看法，凡事呢都没有困难，啊，只怕有心人，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心就是心，你愿意来接近马祖吗？那要相信别人来爱别人吗？那自然有人会助你，有专业医学科学的知识会帮你。自然有神明会助你，自然有这个环境的磁场，还有你的意识能量场来帮你，来提升你啊灵性的一种格局，很自然你会快乐、喜悦，而且安详。以上是顾问的分享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马祖慈悲。